这高磊也太诡异了吧？啊，不然。就跟你讲，这边很爱他。你有感觉的吗？我可以 pass 吗？嗯，我可以 pass 这一段吗？啊，不行。给你先开场啊。啊？给你先开场啊。哇。嗯。哦。哎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叶宇。啊，我们的老大正在整装。哦。啊，这次我们来到的是连我都没有来过的。等我们老大整装完，好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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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给他冻没掉啊，真的太冷了，今天冻没掉，直接拍吗？直接拍啊！啊，故事你不讲吗？没有啊，我们还是要开场啊。啊，开完了、啊、不是吗？开完了、啊。你刚刚不是叫我开场吗？开完了。啊，你们开场可不可以不要死？我看是要先处理它、啊，要不要先处理一下？你要打火机？干嘛？干嘛点这个？你不是要点？你有需要吗？我害怕。我都没打算要带，你还帮我带？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阿贵，我叶宇。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叶宇，他曾经是这个地盘的地主，在地不要说地主，他是在地人，但是他居然没有来过这个地方。哦，也就是说，即便他们是在地的人，也不知道的这个地方。那今天这个地方呢，是由很多的。是由其中是由一位网友，他是这个钓客，那在他们的钓友里面呢，曾经相传很多的秘密景点，那其中一个秘密景点也是他们曾经最不想来的，但是呢又听说这个地方的渔获非常的多，所以他们实在是很两难，他们想来，但是又不太敢来，想来又怕受伤害，嗯，所以呢，就提供了我们这个秘密景点。但是这个地方说秘密不秘密啊，哈，如果只要是在地人，其实稍微找一下也是找得到这个地方的啦。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一位在地人他就没有听过这个地方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的错。你还是个在地人吗？对，不好意思。你说你在这边住多久来的？十年应该有了。好，算了，我们当作是十年白活了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故事？其实也是因为这些钓客也传言说，他们曾经在这个地方钓鱼的时候，有钓到非常多的大鱼，但是也钓过很奇怪的东西上来。嗯，当然这个传说也只有在他们的钓客里面传说。那再来就是很多的钓客来到这边钓鱼的时候，其实都是白天，但是白天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阴风阵阵的，那也没有什么人会来到这个地方。那再来就是他们在傍晚，尤其是冬天的时候，太阳比较早下山，嗯，五点多就下山了。那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其实看到这湖边有很多的这种亡魂或者是幽灵在游荡。我们也可以说是鬼，嗯，对。那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地方，一看究竟。这个地方，它其实是在山上的一个湖，它不是山，也不是海，就只是一个湖。对，我们反正我们接下来的行程，大概都是会是这种爬山涉水的行程了、啊。好，为了你的减肥大业着想。好嘞，好嘞。
走吧。好，我们直接干。小小，没有，没事，我按的。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？那观众感觉好像我胆子变小啊，其实我都不是被鬼吓到，都是被这种很奇怪的东西吓到。被我吓到。你下次要关车门，你下次要关防盗门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提醒一下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注重一下我的形象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我是一个幽默风趣又大胆的巫师，对不对？被你搞得好像。我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大胆了。我们先看一下这附近的环境，就是我们其实已经爬了一段山路上来，然后上来的时候其实一直听到这陆续狗在垂高垒的声音很多。那这些叽叽嘎嘎的声音我们就不要理会，因为这两边其实都是竹林。嗯，你的灯可以稍微往下一点，有点亮。这两边其实都是竹林，那在我们的右手边这边，它刚刚是龙阿波。那传闻在它的左手边这边也有龙阿波，也就是我们刚刚听到垂高垒的位置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进去。货柜屋。这边居然有一间屋子哎。这边说有龙阿波是看不到，就看到一间屋子而已。我第一次听到风声可以这么，是风声吗？我不知道。啊，庙就在下面，我们先去看一下庙，拜一下地主。那是庙。有多半哪里？下面有台电动车。这边居然是土地公庙，我当代表的。嗯。听到，的声音。对啊，我也是听到，只是听到那一边。这边有湖。这边确定有湖。不要跟我说这个湖在里面，是不是？这草比人高哎、欸。对啊，要远距离拍一下给观众看一下。这确实草已经比人高了。我是希望哈，这些提供地点的这些民众哈。你们可以指条明路，不要让我们每次都来这边跋山涉水。怎么了？还是这边就是湖啊？哥，你别闹了。这边看起来是低洼地区，没错啊。对啊。它该不会是某个时段才有水？后面一直发出声音。对啊，你这样往回拍，就这样拍到三间，就只有一间小庙。对啊。好，我们继续走看看。
就是这边还是有人整理过啊。对啊，没有路啊。这里白天应该是有人活动啊。对啊。欸，好像在这边呢。没有这个。这湖在这里了。步道，这步道往上冲，看这上面，上面是哪里？看它庙旁边一直有声音的。对啊。这边就是他们这些钓客，某些人他们是在地人，然后他们就会形容这个地方灰熊的胎康。他们所谓指的胎康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地方非常的阴。然后，对，这声音也太……都没调，真的都没调。三二一，三二一，站起来！三二一，是不在躲鼠啊？一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